订阅本频道，不错过任何肖战资讯。近日，肖战影视剧领域多点开花，新剧《藏海传》和新电影《射雕英雄传》的预约数都超级高。其中，在《射雕英雄传》这一块，三大平台的预约数突破了四十五万，票房有保障，完全不用担心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作为观众，大家对肖战的作品一直都保持着很高的期待值，也充分信任肖战。事实证明，没有错。 据悉，肖战和庄达菲主演的新电影《射雕英雄传》票房有保障，三大平台的预约人数已经突破了四十五万。而众所周知，大部分观众都不太关注预约这件事情，因此，无论是之前多么热门的电影，预约人数都不是很高。在这种情况下，《射雕英雄传》依然取得如此豪华的数据，非常厉害。对于肖战来说，期待肖战的作品无可非议。 肖战是优秀的实力派演员和正能量偶像，肖战的作品值得信赖。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，大家纷纷表示一直都在期待肖战的新电影。如今在热门影视剧领域，肖战仅存的两部新戏都是当之无愧的大热门，《藏海传》和《射雕英雄传》都是佼佼者，话题度、讨论量、热搜等都非常高。为什么大家如此关注肖战的作品？肖战是顶流，这不假。 关键，肖战还是优秀的实力派演员，非常全能，能够驾驭各种类型的角色。总之，恭喜肖战，也期待肖战。不管什么时候上映，都会去电影院里支持，这是一个约定，不会改变。希望肖战顺顺利利，也祝福肖战在剧组一切顺利。肖战很棒，顺顺利利，越来越好。节目最后，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，follow 一下。 本频道专注肖战作品资讯与综艺，一起为宝藏偶像打 call。感谢您观看影片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。